截至7月23日零时，香港共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达2249人，仅在过去一周内，确诊病例就高达595人，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。香港第三波疫情来势汹汹。特区政府宣布，7月24日起将启用鲤鱼门度假村检疫中心，用作社区隔离设施，舒缓医院病床压力。这座被誉为港版火神山的检疫中心再度进入公众视线。近日，中新社记者前往现场探访，在依山傍海的鲤鱼门度假村球场位置，一栋栋连排二层小楼整齐有序地排列，外墙被刷成不同颜色，戴着口罩的工人正在做着最后的收尾工作。这里建成后可以提供234个独立的隔离房间。在工地旁边的项目指挥部里，一张巨大的提示板挂在墙上，工程已开工1308小时。我们本身就24小时开工，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工程倒计时这个牌子，对，我们都是以小时为单位。第二项目我们希望能够在明天就竣工，时间是1320个小时吧，再加12个小时吧，55天。与武汉火神山医院相同，港版火神山也由中国建筑集团承建。黄江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，他告诉记者，已经完工的一期有118个房间，建筑用时仅为600个小时。超快的建筑速度并不意味着要求低，相反还要满足更多卫生防疫的要求。他更重要是考虑到卫生防疫，这个避免交叉感染的这种设计理念在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设计上无论是这个通风，还是在这个清洁消毒，给排水等等这方面呢，都做专门的技术上的优化，来达到特区政府特别是卫生署对于这个检疫方面的这个卫生的要求。所以它跟普通的一些隔离中心不太一样。走进房间可以看到，不大的屋内样样俱全，床头柜、衣柜、单人床、书桌整齐地摆放着，每间屋均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洗浴设备，空间利用十分合理，仿佛与一般的房间并没有什么不同。走到外面却能看出这里的不一样，密密麻麻但分工各异的给排水系统、独立空调、每栋楼上一根朝天的管道，都在从各个层面避免病毒的传播。这些精细的设计出自整个项目的医学顾问，香港玛嘉烈医院原院长赵丽丽之手，所用的时间也是在用小时计算。咁我作為係一個醫療人員啦，我就有幫助，就喺個設計嗰方面。疫情咧好緊要一樣嘢咧，係嗰個病人同埋工作人員嘅分隔，邊條路係病人入嘅，邊條路係員工入嘅。第二咧就係啲氣壓啦嚇，新鮮嘅空氣同埋污糟嘅空氣嗰個排法，污糟嘅空氣就唔可以噴去乾淨嘅空氣嘅入口。咁第三咧，亦都係我哋事後亦都知道糞便係有好多病毒，咁所以個廁所嗰個污水渠嗰啲去法啊，亦都好重要啦嚇。咁我哋就即係睇咗呢幾方面，就設計咗整個圖。咁然後咧就同政府商量，亦都係經過係同衛生署衛生防疫中心嘅醫生一齊去研究。即係因為佢哋係專家，我哋個設計一定要佢哋接手。咁所以經過好多之後咧，即係定實咗整個計劃。赵丽丽同样为施工的工作人员制定了一系列的防疫流程。在二期施工期间，相邻的一期已经有隔离人士入住，但所有施工人员无一例感染。17年前的 SARS 期间，鲤鱼门度假村是隔离中心之一。17年后，增强版鲤鱼门检疫中心再度启用，继续保护着香港的市民。在检疫中心高高的护网上，挂着鲜红的条幅，上面写着时间就是生命。在疫情面前，黄江、赵丽丽还有更多的普通的人，用自己的智慧、勇气和实际行动践行着这句话。